突发事件，下午有汉新华学校外边突然有名男子落汽油放火，个男人放火连自己烧着埋，真系搞笑。新年流流搞啲咁嘅嘢，好怀疑个男嘅有精神问题，好彩冇伤到人。放火是严重的罪行，大家千祈不要学啊！最后预祝大家新的一年运多点。